嘿，朋友们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4号了。我今天来交钥匙了，这是帮客户在花果山买的房子，3个月之前买的。今天上午放的款，然后今天下午取钥匙。现在那个花果山呢，Revelo 的售楼部，还有 Como 的售楼部，还有 Azu 的售楼部都在一起啊。Azu 都已经卖完了，然后呢，Como 呢也到尾盘了。Revelo 的话还有几套景观房。我们去取钥匙了。我们买的是 COMO 的独栋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取钥匙了。Three mailbox. Three mailbox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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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x. Two, four, six keys. Six. Okay. Six key. Okay. Okay. And let me put down six keys here. Okay. 好了，我们钥匙取完了，给大家看看我们买的房子啊，这是它的车库，然后这是车道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前几天不是给大家拍验房视频了吗？今天是拿钥匙的视频。今天上午放的款，然后呢，今天下午就拿钥匙了。在美国就是这样，你买新房刚开始只需要付个定金几万块钱，然后呢办贷款手续，然后交房前两三天再付首付款，然后呢就马上放款拿钥匙了。这是它的，我们升级的地板，木地板升级的很漂亮啊。这是 Como 的户型一，一楼的洗手间，这里边都升级了。客户再也不用租房子了，因为租房子也很贵啊。这房子现在隔壁在出租呢，租了7300一个月，空房啥都不带，一个月租7300。说在尔湾的话，如果能付首付的话，就不会去，就是说去租房，就买房了嘛，对吧？因为房价还涨嘛。我们当初买这个房子是210多，现在这个房子230多。订房的时候210，这是客厅，这是主卧，全部升级的木地板，卧室是瓷砖，我们帮客户选的很漂亮啊。隔壁这个房子租了好久都租不掉，为啥？什么都没有升级，全是标配的，地板、台面，全是标配的。因为你想想，租7000多的房子的客户，租7000多美元房子的客户，他也是有要求的。你如果太丑了，你租也不好租。所以说，你该升级的地方一定要升级。这多漂亮！这是洗衣房。这是公用的洗手间，这是这个次卧，两个次卧，小学是 Canyon View， 高中是北木，走路就到，就是上学的事情也搞定了。这个房子小学就在家门口 ，Canyon View，Canyon View， 我看看评分，最近1到10分了好像，你看那个排名，整个尔湾基本上排名非常靠前的，因为尔湾有20座的小学，它是非常靠前的。高中是北木，整个加州排名第13名。高中就在家门口。我们这个客人呢，我们4年前都联系了，4年前我都在看房，然后现在终于买了。客户也中间也找了很多经纪人，但是最终还选择我帮他买房，也非常感谢客户对我的信任。但是如果你想在花果山买独栋，现在的话 ，Como 的话还有几套景观房，还有2套前样板间是4号和5号户型的，会是200多万的，景观房都300万以上了。